山爷，听说啊，我以前听说您说走遍整个故宫，总共是穿坏了20双鞋，有这么个事情吗？确实呢，就是我们用了5个月的时间，对故宫的所有的房间，就9370间房间，每间房间都进行了踏查，主要是为了消除隐患，扩大开放。但是呢，这个我没有穿坏20双鞋。鞋质量还可以，就是当时媒体说你老穿布鞋，你的布鞋好买吗？我说刚在网上买了20双，第二天报道就是我穿坏了20双布鞋，以讹传讹了。对。